歌曲，黑白色杂乱的音符，我好无头绪。彷徨十字路口，潮湿闷热的天空，何时才能够解脱？人生我自己来写。快点啦，快要来不及了。好啦，我想我没有人走过的那条道路，虽然陌生恐惧还从餐吃啥，我说现在是月底，生前只能吃土。思念之间我学会如何去和病毒和朋友一起相处，老师说我应该要对自己有期待。时间停止无助的我，不愿如此。我想我没有人走过的那条道路，虽然陌生恐惧还充满未知数，专注在现在努力的每一个瞬间，追寻着你的归宿，别忘了身旁的幸福和祝福。啊，你后来怎么想出来的？我跟你说，我梦到我们去演艺厅舞伴惩罚，我整个灵感都来了耶！舞伴惩罚哦，听起来很有料哎！没有啊，我想不。好了，我还有事，我要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如果你不想要这样结束，就回去把事情完成吧。我在十字路口等你。Thank you.
组员，我始终看窗外，心情好不起来。朋友传讯息问我今天晚餐吃啥，我说现在是月底，剩钱只能吃土。四年之间，我学会如何去和病毒和朋友一起相处。老师说我应该要对自己有期待。时间停止无助的我，不愿如此。尽管熟悉了这一切，但我却想要看更大的世界，让生活自己来写。